近些年 GoPro 一直保持着每年更新一代的节奏，而且每次的新品呢都有一些性能和体验上的提升。但是单从外观上来看啊，从 GoPro Hero 9到 Hero 11的外形基本上是一模一样。难道说运动相机已经足够成熟了吗？今年9月 GoPro 11面世的时候还同期推出了另一款更加小巧的运动相机，那就是 GoPro Hero 11 Black Mini。 当时呢没有量产现货，时间一长估计很多人都忘了。在2022年末，老沈终于拿到了一台，这次呢就让大家和我一起体验一下这台非常另类又同样具有争议性的运动相机 GoPro 11 Mini。当我刚拿到这台机器，我第一直观感受就是陌生屏呢，别说前屏连后屏都没有好嘛，这对于早已经习惯全彩大屏幕触摸操作的我呢，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只有两个实体按钮古早风运动相机时代，有种猝不及防的冲击感。但很快呢，我就冒出一个疑问， GoPro Hero 11 Mini 它的使用价值还剩多少？我想这应该是玩家接触到 Mini 最大的疑问。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呢就要弄明白11它和 Mini 到底有什么区别，以及 GoPro 这家公司自己对这个新品的定位是否准确。单从视频拍摄规格上来看， GoPro 11 Mini 的性能参数呢和11是完全一致的，均能拍摄最高 5.3K 60帧10比特色深视频，多种延时模式以及10米防水。除了不能拍照， Mini 呢就是去掉了前后屏，略微缩小版的11，它不是阉割版，也不是廉价青春版。 Mini 呢很大胆的去掉了前后两屏，但是额外增加了一个极为小巧的肩屏用于状态显示，内置电池不可更换，背后呢设计了金属格栅增加接触散热面积，而且多了一个后置的折叠接头。经过重新设计， Mini 的体积呢是小了一些，但是实物直接对比的话呢也没有小太多，反而呢变得厚了一点，重量仍有133克，并不轻很多，比早几年的 GoPro 8还要重，所以它只是相对小巧，并没有以极致小巧为设计目标，排除了极致小巧的设计目的。那这款产品追求的核心目标呢，应该就是稳定和坚固了。难道 GoPro 只是心血来潮想搞迷你相机的试水吗？这个时候可能就有人想了，大疆呢在2021年搞了一个 Action R 很有新意，于是 GoPro 一拍大腿来了一个反向借鉴呢，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是大家先来看一下我手上另一款经典产品GoPro Hero 5 Session， 它诞生于2016年，是不是和 GoPro 11 Mini 非常像呢？产品的设计方向呢，可以说是一模一样。Session 系列呢，一共只发行两代，后来几代 GoPro 更新迭代的方向呢，都是偏向越来越大的屏幕，讨好更多类型的用户，被综艺剧组、自媒体作者乃至普通用户广泛接受和使用。GoPro 呢，也针对这部分人群优化画质和提供拍摄便利。我们都知道 GoPro 最早推出运动相机呢，是给极限运动用户使用的，比如说跳伞啊、冲啊，所以兜兜转转六七年呢，可能发现最近几代的 GoPro 似乎为了应用性的妥协，变得不那么特别适合极限运动了。虽然极限运动用户占比呢已经不是大头了，但是 GoPro 肯定是不会丢掉基本盘的，这是品牌的核心用户。所以呢，在2022年重新推出一款结构稳定、配件丰富、简单易用、画质高清的迷你型运动相机，对于 GoPro 公司来说呢，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尝试和努力。这么一梳理啊，似乎产品的逻辑就清晰不突兀了。GoPro 11 Mini 借助两个实体按钮和一小块肩屏，可以非常清晰的设置拍摄模式和具体参数，但每次设置呢，你需要把所有的参数都走一遍，未免有点繁琐。不能设置色彩、风格、码率等专业项的细节参数，所以搭配 GoPro Quick 手机 APP 呢，是个明智的方案，能非常快速的选择拍摄模式、设置拍摄参数、预览拍摄画面以及及时回放审核素材。除了不能拍摄照片，视频延时、光绘、星轨等等功能，均可以在 GoPro 11 Mini 上进行切换。最好设置之后呢，就别去动它了，用拍摄键代替一切，手机呢只能充当拍摄前后的辅助工具。所以 GoPro Hero 11 Black Mini 呢，并不是给你做出我到底是用11还是用 Mini 这样的选择，而是给普通 GoPro 用户提供副机位，或者是更极限一些的使用场景，以及我对运动相机足够熟悉，不在乎有没有屏幕盲拍也可以，追求更加小巧的用户多一种选择方案。它其实是一款给专业户外运动玩家使用的相机产品，相对呢更加硬核。我这边呢就拿我熟悉的应用场景来看一下 GoPro Hero 11 Mini 它的实际表现。飞手呢一般会大量购买 GoPro 当做主力相机，甚至可以说是一损耗材。那这种拍摄场景呢，除了当场需要选片以外呢，对屏幕并没有实际需求。而且有小伙伴跟我说啊，那个穿越机的大电池很容易造成屏幕的损坏。
我自己的 GoPro 10呢，就不知道在哪里把后屏给干了。那没有显示屏，画质却无缩水，重量更轻更小巧的 mini， 在未来会受到 FPV 穿越机飞手的青睐。虽然不能更换电池，但是一小时左右的续航呢，足够飞好几块穿越机电池了。老款 GoPro 呢，虽然更便宜，但画质呢，肯定不如 5.3K 分辨率的11 mini。对很多飞手来说呢，画质的提升还是很有吸引力的，特别是像飞室内的场景，更好的暗环境拍摄能力也很重要。我特意买了一辆 RC 遥控车，打算在沙滩上拍拍穿越礁石的镜头。这辆遥控车最高时速呢可以达到70公里，但是比较轻不稳定，沙滩上不平的情况呢极有可能改变它的行驶路径，翻车的概率呢绝对不小。GoPro 11 mini 的镜头呢，有可更换的保护镜，让我可以放心的使用它，而且不用担心在礁石上摔坏相机屏幕。GoPro 11这一代产品呢，在视角上可以拍到更广，升级到了 Hyperview。之前开卡丁车的时候呢，我发现哇，真的好适合拍摩托骑行的镜头，比时代最广的 Superview 上 Max 镜头效果还好。这次呢，我把 GoPro 11放在了摩托车的把手上拍摄自己，有前置屏幕方便调整机位。 Mini 粘在了头盔上向前拍摄，并不需要看屏幕。我知道有很多小伙伴说可以上全景，的确在同样数量的相机下，全景可以有更多的画面视角，但 GoPro 11画质更好，两者搭配呢，或许是最佳方案。很多摄影师呢会选择在相机的热圈上搭载一枚运动相机，用于记录现场花絮。通常这个职业呢，它对画质是有所要求的，所以 GoPro 11呢可能是在目前情况作为记录镜头更优的选择。现在有了 mini， 也可以自己权衡下是需要触摸肩看还是更小更轻。最后呢，我想谈一下我对 GoPro Hero 11 mini 优缺点的看法。优点呢，我简单的整理了一下，大概就是使用 mini， 你可以更专注于运动的本身，不会有很多复杂的操作来分散你的精力。产品呢更加稳定，减少了极端情况下损伤相机的概率。某些运动，比如说滑雪啊、骑行，你都不用脱手套，那少了屏幕，口咬不会误操作，而且呢也不怎么遮挡视野。像某些朋友使用肩带都可以直视他的肩屏，不需要频繁的调整视角了。作为新型态产品，我本人呢对 mini 的包容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因为它本身呢对用户进行了筛选，所以普通人在意的点呢并不算它的缺点。如果真要说的话呢，应该就是不能更换电池，你需要自己把握什么时候按下录制键。这对于刚使用相机没有养成拍摄的习惯以及专注度不高的人呢，可能容错率就比较低了。另外在拍摄的过程中呢，我把它刻在岩石上就导致背面掉漆，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极限的产品呢总是伴随着高风险的行为，航母这么磕也得掉漆啊。另外这个肩屏呢是否可以再做大一点点，多点设置选项，毕竟反复切菜单还是比较麻烦的，连规格都需要滚动才能显示完整，体验的确不太好。 GoPro 诞生的初衷呢是为了方便记录极限运动，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视角看世界。但后来呢，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要，也变得越来越大众化，但极限运动的拍摄需求呢依然是存在的，肯定有玩家需要更小巧坚固的硬核运动相机。所以说2022年 GoPro 推出高画质的 mini 系列可以说是 session 的重生，的确少了很多对相机损坏的担忧，使用过程中呢我也能逐渐适应没有屏幕的盲拍，对于一些玩家来说呢，画面构图远没有拍摄方便重要。所以说 GoPro Hero 11 Black mini 会被硬核用户认可吗？你认为它需要增加哪些功能才会更有竞争力？欢迎一起来讨论一下。感谢大家收看，我是朱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